世界的分流会引领我们在每个能捕捉到的单一项目进行结构，此运动方式将运作至每个意识终将成为自己世界里的神为止。我们将可以无限自由地重塑我们的一切，世界会因为不够诚实而临死。重生的方法就是让红色与蓝色真正的融合。当现在的你们睁开眼睛，旧世界将不复存在。